你们两个都背叛我。不懂得拒绝的男人通常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背叛。男人都是撒谎的动物，心碎一地。我以后不相信男人了。我其实在门外的时候我还偷看了一下，我想先确定里面有没有我想要的人。我没看到 Cream D 跟 Capper， 我没看到他们。然后在这一刻我完全确定的只有一个，刘聪。谢谢。我觉得你太对了。哎呀，抱歉抱歉。他手里有三张邀请卡，他只用了一张。都挺惊讶的。那你那三个是谁呀、那个是 Cream D 吧，那个是 Capper。 完了，自己的眼光。对对对，背叛我，说什么你选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男人的泡沫，虽然你神话我，哎，我真的唱不下去了。Capper， 你要来吗？就是可以拒绝是吧？浪费脏了。我说我不拒绝，他不拒绝啊？我说我不拒绝，不拒绝。我说我不拒绝，你讲清楚。Cream D， 你要来我们战队吗？哎呀，骗人的，一大堆人都在骗我。气死我了！你真没有看错吗？那边真的是 Cream D 吗？到底是不是？是的。是吗？是的。就是。我也是这样看的。就是。哥俩来陪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想投把票投给他，然后选你。哎，你可以拒绝啊。我其实是，你可以拒绝啊，啊，你也可以拒绝。你们两个都背叛我。不懂得拒绝的男人通常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背叛。男人都是撒谎的动物，我以后不相信男人了。哎，心碎一地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被背叛了也不是终点，因为你看现在子琪的队多么的强，而且多么的稳。